我也讲过了，然后他还是骚扰我，那我就算了。反正他要骚扰，他也只能在我的讯息，粉丝团讯息骚扰我。他应该是不可能那么屌，要到我的 LINE 或者是要到我的本账。我本账其实还蛮公开的，本账也问你没差啊。然后要干你老师吗？又低那个妈编掉，我操你的！来几个杀几个，喜憨儿。你看就知道我被烦到已经快要啊，快气笑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猛犸象哎，哇，打起来啦！我看12000，哎，13000，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来来，单挑了，单挑了，拜托，猛犸象算什么？啊，我看到有人说老头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，你放心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我可以胜利的。哎、欸、啊，没有那个补血药了、哦，突然觉得我的胜率已经降到一半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是不是男人？是，男人该做什么？遇到了危机，还是要不屈不挠。哎呦，要求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暂停。我的角龙哥肚子饿了，我可以先喂饱他吗？不然他不会帮我挡。乖乖甲龙，吃东西哦。吃好吃满哦，嗯，你最乖了，你最乖了，对，我应该配这一把，双手古尖刀，感谢提醒，哎，这我要的啊，这是我的猎物啊，你休想靠近，懂吗？来，先挡一波，我先回避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慢跑啊，慢跑啊，这个冲可能，我靠，回转哦。打一下，打一下，快跑！哇，443滴！我靠，这个伤害，看是男人，妈，顶住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中一下400多滴！哎，别玩了！哎，那个甲龙大哥。你可不可以？